大天使梅塔特隆信息，关于您与光相连并专注于光。传导：纳塔利·格拉森，翻译 ：Google。问候，亲爱的光之存友们，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。当我称您为光之存友时，我邀请你思考我的话语。您可能会认出自己有一个身体。你认出自己拥有光体吗？您的身体和能量系统或场的每一部分都充满并由光创造。你存在的每一部分都拥有光的频率和振动，但它是你在日常现实中可能无法识别的东西。识别你的身体很容易，识别你的情绪体和精神体也很容易，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想法。你如何认出你是光？如果你的敏感性和觉醒能力不允许你认出你是光，那么你就很难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光之存有。你越是试图认出自己并记住你是一个光之存有，你就越开始与你自己的这个面向互动。例如，在你沉默的时候，你可以邀请或创造与你的光之存在的相遇。通过邀请你的光之存在向前迈进，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将其想象为你的另一个方面，你都可以开始与你的光之存在说话。您自己是光的一个面向，它通过造物主的一切整合和编织它的振动。你在所有维度，您的光我可以充满整个造物主宇宙以及你的身体和能量场。如果你邀请并创造与你的光之存在的相遇，你就能理解你的光之存在所表达或与之产生共鸣的光的颜色。当你的光流入并通过你的存在时，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信息或影响。这将让你更好地理解作为光之存有的你是谁。您可能希望将能量从您的心轮发送到您的光之存在。你的光之存在存在于你的一切之中，这种做法表示一种联系，它促进并让你理解与你的光之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。你可以要求您的光之存在过度启发你，也就是说，通过在一段时间内以更大的强度体验流经你的存在，来增强你光之存在的能量，因此更容易识别你的光之存在。当你专注于参与、连接和记住你的光之存在时，你允许自己走进光中，走在光中。这意味着你认出了你周围的一切，你的实相和你的内在实相如光，然后你将行走并存在于光的维度中。当你在光中行走时，你就存在于光中，你与光相连并专注于光，你愿意接受更多的光，你敞开自己去接收信息、知识、疗愈能量和帮助。你正在用更大量的光充斥你自己和你的光体，因此你进入了造物主的流动，你变得无比广阔。您意识到一切都是由光创造的，并且是光，因此没有障碍、限制或边界。光即使它表现为阻塞或限制，也可以被转化、重定向和转化为其他东西。您的现实和你的内心世界变得非常可塑，你发现自己存在于变化之中。如果您在造物主的流动中，并且你被造物主引导，你的感知、你的敏感度、你的识别和认同的能力就会提高。您与你存在的各个方面共同创造，包括你的创造者方面。所有的思想都充满了光，所有与造物主的交流都支持你对光的表达，一切都是相互联系、相互联系的，是共同创造的。
您存在于光中，您在光中工作。当你与我的能量连接时，你的意识会继续扩展，就像他现在正在做的那样。限制和界限消失了，你继续，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以全新的方式看待自己。为您全面启迪，就好像你不断地走向光明。当您踏入光中时，光扩大了，然后你更进一步地踏入光中，光也扩大了，你也更进一步地踏入了光中。你正在与你自己，你所是的一切，作为一个光之存有和一切造物主连接越来越深。这是我们希望在您的存在中，作为记忆和记忆的种子，播种的东西。当你注视光时，当你与光连接时，当你踏入光中时，光会扩展，所以你进入，看或感觉更深入。这是一种不断扩展、连接和纪念的体验，它可以是一种持续的创造性体验。想象一下，在知道并理解它是光的情况下创造一些东西，然后你走进那个创造的光，它会扩展，你会与创造有更深的联系，也能获得更深的理解。你再次踏入这个创造之光，因此它扩展，你获得更深的连接，更深的理解等等。这是一个持续的体验，所以这个创造在进化，你和创造者一样，随着创造而进化。当我们谈论踏入光中时，我们谈论的是与光的持续连接，它允许扩展、连接和理解。这是我们鼓励你们在此时寻求提升的东西，付诸行动，带入您的思维模式，并鼓励你把注意力放在光中，无论是你自己的存在，还是你的存在光，在创造之光或在你的现实之光。认识你自己的光，造物主的神圣流动和造物主之光的持续扩展、连接和理解。您会发现你的提升正在加速，您会注意到你正在绽放出你所示的美丽，您的现实和你的创造也是如此。我们留给你这种思想、这种存在和这种存在方式。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，与整个天使社区一起，我们现在支持您。谢谢你，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